你不是不吃吗？你的吃真的。我只是说不吃鱼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西。现在是早上，今天准备把这个鲤鱼出圈了，还是前两天大鹏给我带回来的。这个鲤鱼球刚刚已经洗干净了，先放锅。这个姜、辣椒还有蒜切一下，放一点点盐，来一点料酒。这个鲤鱼蛮大一个，说是小的，它可能也会混点大的在里面嘛。它卖那么贵，全部都是小的，不打算。这猪肉什么时候买的？冰冻的，我上次买的，我不记得，有没有说吧？你不是找那个啥理论的？今天怎么一下态度变了？还有吗？好多事情。看到了，我们这做法，我去手脚让你发货了。你看一下。我们家浩哲是泥鳅大王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多吃点啊，这里面还有，不够妈妈再给你加啊。好。那当你要吃饭的，你不吃饭的太咸了的啊。妈妈吃饭嘛。快吃，不然我把泥鳅吃了。好了，等一下我揍他。不吃饭的小朋友长不高的，要多吃米饭才长得高高的。那我来走跟姐姐一起去外面吃饭吗？不行，你坐在这里，吃完饭了再去跟小伙伴玩好吗？妈，妹妹喜欢吃肉，哥哥喜欢吃泥鳅。哥，妈妈不是走路下去了。我脚又掉下去了。